等爱克寇君良，其罪当诛，就地斩首。任使忠诚的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敢？这是天子的心意，我是钦差，有监察尚书之权。我要忠诚于我盟誓，愿将来司马忠诚可以好生辅佐瑞儿，做一个爱民如子的太子。在陛下废黜你之前，只有他能救你，你一定要管他叫娘。 否则，你娘就白死了。朕今日立她为皇后，谁敢多言？二哥，朕纵然有罪，绝不敢谋逆啊！在你的心里，谁更重要？是你的那位老师，还是朕？